这里是 Music Loop， 对，扭蛋音乐。你现在看到的城市是厦门。Music Loop baby， 让你见识一下 A-Town Mafia bitch。在且看我像个机器，扭蛋开始扭转局势，听起来像机密。我的音乐来自 PC， 却有纯天然的气息。左右摩天大楼，你只能停在第一集。每天都在做舞台，每天都是我的外景。那么你要欧也这样好吗？你要不要这样？很生气。不管先防他。哎，这好帅，好帅。李振破门。你坐一下就好了。拿住他的手，跳给，跳。我要看。我被欺负了没？啊，等一下。Bisha to between， 好不好 ？Between， 对 ，between 没有。No。今天拿了他超级多衣服。我以为你不穿啦、啊。这人有个习惯，你要知道。只要我拿到新的东西，我就要先上。我不管，我就是要穿。我不管。新的帅的，我就是要穿。先看一下，这条白色的裤子，好不好？就这栋楼很多人都在猜我们是在做什么的，结果有人说我们已经没有人住。哦，操，真的吗？对，有人说是酒小酒吧，什么各种都有。这里已经快两年了，两年了。所以当时就是怎么还没睡啊？还有那些都是从这边做出来的吗？还是 ATM 怎么还没睡？然后还有陪你过冬天。就是你不是那个更早了，上岸，然后还有有东西分。其实我真正开始做写歌是初三的时候，对，但是只写了一首歌，跟我三个小伙伴，太早了，我们不是写说唱歌曲，对，然后真正开始会把音乐录成 MP3 或者说录成一个 demo 可以拿出来的时候是大一的时候，2010年的时候。我觉得无论我的音乐风格偏流行或者说怎么样，我肯定是个哈斯勒，我必须是个哈斯勒。我觉得钱比什么都重要吧，目前的状态下面。这个歌手唱我的作品不一定可以达到我想要的样子，我还是需要告诉别人，我除了我是一个可以站到台上可以创作的歌手以外，我还可以为别人创作，我有这个能力。是当这首歌我写给他，他发出来以后，作词作曲是有我的名字的，对吧？这叫招牌吧。对对对 对， 对，我得告诉别人，我做的是 OK 的。I just wanna have a good treat. I know
的 love lane， 从不发威，唯一的花魁。Whoa, you know we wanna love pain, yeah we have a cool dream. I know we wanna love pain, 从不发威，唯一的花魁。Whoa, you know we wanna love pain, yeah we have a cool dream. 外面温度太低，就让我轻轻的高冷。所以今天天气不是很好，对。然后我们可以拍到很漂亮的海和蓝天，这个季节应该叫梅雨季，对不对？对，是梅雨季吧？对，梅雨季。就你的家里都会发潮，你家里会发霉。其实一开始我们是很迷茫的，因为我们不知道去台上该怎么样。就其实很紧张，我不知道怎么去台上表达自己的作品，怎么样唱给别人听。还是因为更多的演出不断的积累，不断的积累，我们有了舞台经验，然后有了听众，有了歌迷，这样。三二一，三二一，后面有人。好，谢谢。就大众的评价，就比如说你在玩街舞 ，OK， 你在玩说唱 ，OK， 你在玩这个玩那个，但是说唱的东西在我看来，如果当你想把它做好，做到有人在听，有人在关注你，他们觉得你这个东西很棒的时候，他已经不仅仅是在做说唱了，他是在做音乐。没有不累的工作，你想除非你拿到的钱，你拿到的生活品质不是靠你双手换来的，对吧？靠你双手换来的东西，不论你做什么职业都累。我们总想把我们的质量，生活质量，我们的各种质量嘛，提到最高。记得是不是红花会，还是好像是红花会，就是说它有一个点，也是我很想表达的，就是我赚钱养的 hiphop。就我们说真的，我们用 hiphop 真的很难挣到我们想要的钱。熟悉的人事物早已不在，留下陌生的现在，可你知道还有未来。给你开了个玩笑，开心的能留下，讨厌的也算。有我们厦门的接地气莽叔客，已经到达，今晚8:30，给你们他妈最燥的，南方最燥，最他妈燥的现场。就让我穿过你的心境，一点爱都心境，不是在拍 AV， 我的 sexy lady。 All day, all night, all day, all night。帅，我每天都不懈怠，我要让每天都精彩，每天都是未来，必须要每天都。我写的东西会比较偏自我，或者说很少会有攻击力的东西，就是我很少去抨击别人的，就是当我不喜欢什么，我就。觉得你会出那种 diss 或者 beef 之类的东西吗？肯定会啊，有一天会啊。那真的是得这个人，我们有接触，对吧？我们之间真的有 beef， 我们才会有 diss， 对吧？如果我们之间没 beef， 我们只是网友，他妈都没见过你，我怎么他妈跟你 diss？ 做自己很重要。rapper 的特点就是，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，辨识度。他的音乐里面有专属这个人的东西。你觉得你擅长什么？我擅长做黑送啊。每一天都要
觉得我的音乐是跟我的生活在有共进退的。我喜欢 hip hop， 我就觉得 hip hop 肯定要走起来，因为我觉得我喜欢的东西，这个东西一定是正确的。我没有觉得他把我变坏了，没有觉得他把我变成一个糟糕的人嘛，他让我变得更好。对，就是我每写一首歌，其实我当下是那个状态，我才会写了那首歌。那我就用我现在最近的一首歌，还是 You Don't Even Know， 你应该听烦了已经，我也听烦了。但是当下这个状态就是我目前的状态，写出这首歌，我想说，我跟我的 homie， 跟我的伙伴，我们都看到了希望。You don't even know， 这一路多难熬。You don't even know， 烦恼没人缠绕。想握紧你的手，别把我音乐关掉，就让它 repeat， 经过生命的轨迹。You don't even know， 至今我为此骄傲。You don't even know， 害怕失去我祷告。每一天，每一夜，每一遍都依恋。You don't even know， 庆幸直到今天，我的麦克风还握在手里。